邻居老爷爷今年80岁，满脸皱纹，眉毛花白。老爷爷衰老，但是身体很强壮。老爷爷说故事高手。他说故事是声音。洪亮。表情丰富。非常精彩，我喜欢你。Why? Not yet. 我最喜欢。No. 我很喜欢老爷爷。